外推，代表所谓的男女主人的运势发展可能比较不理想。但是因为它整栋哦，一到十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，所以这时候就不算外推了，就不算外推。但是这个时候中庭决定这个整个房子的兴盛。就是跟旺衰，又这样说好了。比方说，这个房子在早期的时候，可能规划的非常的美轮美奂，有中庭，有什么公水喷水池等等都有。五年、十年以后，管理人员不存在了，然后大家可能有些人就是不缴管理费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中庭开始呈现一个杂乱的情况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讲它代表整个社区的男女主人发展的运势。这样呢，会逐渐往下滑。